台南市长林孟彦12月13日受到邀请来到柳营工业区的清河国际公司参访。李市长首先听取清河国际张总经理进行公司简报，了解清河国际创业历程，以及致力伫个打造绿色工厂100%台湾设计的努力甲成果。那个是6年前设计的工地，这个是去年新设计的。工业设计到所有的细节。一颗螺丝都没有，哦，去看看，来给他演示，就是现在他在做这个坡度补贴梯，然后开始调，他在坡度调整的时候，他的阶梯也调整，嗯，对，哦，那个协理，你踩个2个小时后我们就回来。李市长除了感谢清河国际伫个台南设厂提供工作机会，也表示市府将会继续创造优质的投资环境。恭喜你们刚得到，谢谢2018的台湾精品的这个前十名的奖，谢谢。来预祝你们 IF 跟红点设计。那时候人家请市长再来看。在我们如果顺利获奖，我们再一起来跟你恭贺。OK， 啊，感谢您是真正是我们台南之光，也是台湾之光。我们创业，谢谢你们帮我们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，谢谢。其实台南有真侪温馨的世界第一，甲温馨的台湾之光。李市长嘛，希望少年人提升家己的附加价值，甲企业、甲头家合作，共创双赢。李市长嘛，希望清河国际未来会当甲台南做伙成长发展。千言万语，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投资台南，谢谢。啊，希望能够更有机会，更在这边一起来茁壮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一定尽力而为，谢谢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